上是什么地方呢？是讲到啊，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啊，第二十八章。那么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讲的什么样子呢？就是讲到这个讲到第十七节，讲到第十七节。好，那么这个好，我请这个陈佩君老师帮我们念一下，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呢，请屈老师念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好，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一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令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连俯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好，阿们，感谢主哈。今天我在等候主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说叫我来讲这一篇道。那我也不晓得这篇道是要讲给谁听，但是呢，我就问主了，说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人要做这种事呢？不交鬼的事。那主说你只管讲你的道。所以说呢，我就想呢，我就讲这个道。你们要是中间有人有这样子的心思和意念，那你自己就对号入座，你自己跟神要去认罪悔改。好，那么这里记得是什么事呢？就是非利士人。那么非利士人呢，这个在英文里面讲叫 Philistine。 这个非利士人呢，这个意思翻出来是说从外移民过来的人。所以说呢，在这个上古他们这个考察的这个非利士人呢，是从哪里？应该是从这个亚细亚，就是说这个希腊那一带的地方移民啊，后来迁徙到了这个地方啊。那么现在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所以你看，巴勒斯坦人一直在与以色列人为敌啊，当以色列也有出兵打他，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非利士人，你们有一个这个组织叫做哈马斯。这个哈马斯翻出来意思就是死亡，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哈马斯这个族呢，就是这个团体呢，就这个党派也好，就是常常就是向以色列发动突袭，射飞弹。所以这个以色列就发明了一个这个叫铁穹飞弹。铁穹飞弹是专门拦截这个火箭炮啊，或是说这些导弹过来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拦截系统非常这个好，能够达到90%几的这个集中目标。那么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非利士人呢，好像世世代代就与以色列人打战。那么也这个雅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要随我出战。那么雅吉是什么？雅吉是非利士人的军队这个首长啊。那么为什么呢？是那前面看到就是知道大卫因为逃避扫罗的追杀的，就跑到了非利士人的境界，然后呢就躲到非利士人的这个阵营里面的，然后呢这个大卫呢就说还投靠这个雅吉。那么雅吉在作战的时候，后来呢再往后面看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有些将领就说，这个大卫是以前与我们为敌的，到时候我们在战场上与以色列人征战的，他们要是这个一紧急的话，可能大卫就叛变了，从后面攻击我们哈，所以就逼着这个雅吉王呢，这个让这个大卫去离开。那么这个大卫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撒母耳已经在那时候死了，死了以后什么就没有人去来求问的做以色列的士师和先知。那么当时呢，以色列众人为他的哀哭，因为想了一个像如此好的先知呢离开了他们，好像自己的父亲离开了一样，就非常的难过。那么这个非利士人一看呢，这个雅吉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看到撒母耳也死了，那么这个以色列好像群羊无首了，就又来聚集来攻击他们。这个来到苏念来安营啊，那么这个扫罗呢就聚集以色列的众人在基利伯安营。那么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的就惧怕，心中发战。为什么呢？因为非利士人的军队是他们的好几倍啊，好几倍啊，所以说呢这个就心中害怕。那么在害怕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去请了这个什么样交鬼的妇人。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呢碰到一些窘迫的事情啊，窘迫的事情，你心里面难过，过意不去，可能好像求问神，好像神又没有回答我们。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情形焦急，有压力，有窘迫的状况呢，就跑去做算命，或是找这个法师大师来给我们看是不是开光灌顶，还是说寻求啊这个未卜先知。那么在这种事情，你知道为什么神非常反对我们去这个寻求这个交鬼的妇人？他们也可以把事情讲得很清楚，但是问题是这样，他们是靠邪灵来发声，我们是靠圣灵来发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形下，当一个人询问一个交鬼的、行法术、行邪术的，就是与撒旦立约，好像要终身来服侍他，所以说你也知道。当我这个做医治是内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有很多人因为家族里面有拜偶像行邪术的罪，以致祸延子孙啊，祸延子孙啊。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下，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去啊，不要去寻求这个交鬼的妇人啊。那么这个交鬼的妇人，这个问了他以后怎么，这个邪力就跟你挂钩一辈子，只等到你要做医治释放才行啊。那么是因此呢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呢，有一个这个军人呢，他是这个军队的这个一个校级的军官。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在问了一个这个算命的啊，这个算命的是说呢，你33岁那一年很关键期的一年啊，你不是大发就是默默无名啊，不是大发就是默默无闻。那么结果呢，他在33岁那一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了一件事情疏忽了总司令对他的这个好像要请他吃饭，有事情。那个总司令原来对他非常好，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后来他发觉了，跑回去跟总司令道歉，结果都不行了。那个总司令怎么样就认为这个你这个军官看不起我一个总司令请你吃饭，你居然都忘了那么就因此以后他这个就是这个就默默无闻，他没有发展起来那么这个所以说呢，你看好的事不会发生，坏的事会发生这是有时候问交鬼的妇人交鬼的这个情况。第二件事情呢，我们问了这个交鬼的人以后呢，这个邪灵就附在我们的身上，只等到我们起来认罪悔改，破除砍断，把它驱逐或是焚烧掉，那么这个邪灵才会离开为什么呢？因为邪灵非常喜欢附在人的身上他来了就什么样呢这个是畏罪畏义，这个叫我们呢就是伏在他的权柄下，好像有时候会给你一些甜头，那么但是呢其中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借着这个事情来勾引你，写实的抓住你，吞噬你，剥夺你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扫罗呢这个怎么样呢他还怎么样改装改换了装，另外他自己规定在这个以色列不许问这个交鬼的妇人那为什么神也不让他们交鬼呢？因为你既然是属于神的，你怎么能与鬼相交呢？我们与神来相交都来不及，还是去找鬼所以说呢，这个是叫什么？叫神是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
啊，因为神把他自己全然的爱都浇灌我们。如果我们在背逆神，去跟鬼去做朋友，那这个是大逆不孝的事情。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扫罗怎么样，还伪装了这个一般的人，穿上衣服叫他认不出来，因为我想他是个军队的将领，又是一个王，所以他穿的衣着一定不一样，那他就伪装。那么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去伪装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扫罗借着这个交鬼的妇人呢，就是把这个撒母耳召上来。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在这里问到一件事情，到底召上来这个魂是撒母耳还是邪灵？啊，还是邪灵？那大部分人的反应都认为是邪灵，是邪灵。那么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过你看他这个话里的对话哈，在这里的对话，圣经里面是说撒母耳对扫罗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人，有的人就说是出于是真的是撒母耳，那么说真的撒母耳怎么会又从地里面上来，不是从天上下来吗？所以这些事情灵界里面其实我们都是一个谜，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为这个事情争辩的面红耳赤，因为这个不是基要真理啊，这个不是基要真理，我们就看着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是怎么看就是了。所以说呢，这个招鬼的妇人呢，其实呢，我觉得是可能是邪灵的机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撒母耳按照道理他是被这个死了以后应该是到神的国那边去，而不会留在阴间里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但是你看，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可能是家族里面的一种邪灵，叫 familiar spirit。familiar 就是熟悉，熟悉。那么熟悉这个家里面仇敌的势力的啊，这个是，所以说呢，可能就伪装成这个撒母耳出来跟他讲话，还振振有词。那到底这个是不是撒母耳？之后有一天我们到了神的面，到天上去，我们会问得更清楚。啊，所以说呢，在这里怎么样呢？神在第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啊，那么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今天我所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呢，神在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呢，是给了他相当大的一个权柄，相当大的一个权柄。那么如果呢，我们没有遵照神的旨意去行事的时候，甚至与鬼相交，与撒旦连结，那么什么样，神就会因为我们的悖逆，什么样，把我们怎么样的这个国权，就是把原来神所赐给你的权柄和能力和恩典，都把转个赐给别人，就是大卫，就是大卫。那在我们这种情形之下，我希望每一个人被呼召的人，都能够进入你的命定，不需要什么样，到最后的时候呢，因为什么样，与交鬼有关系，或是得罪了神，或是行邪术和巫术啊，怎么样，以致失去了自己的命定啊。所以我想今天呢，神要我跟你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我知道碰到窘迫的事情，大家就想去求问，问不到神，你要去问鬼。但是有些的一些这个，我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后来呢，这更认识主的被神得到以后，我就为那这种事情在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去弃绝砍断，赶除这个算命的在我身上所宣布的一切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处理？你不处理，他就一直跟你，不但跟着你，还是要跟下面一代一代的跟下去。所以说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呢，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坚定我们的脚步。好，现在我来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你今天早上要孩子讲这篇道，我不知道是为谁说的，主要只有你知道，因为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你面前审明。主要若是我们有人因为事情窘迫，就想去寻求巫术邪术来得到答案的，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来认罪悔改，因为这是叫你这个引起你愤怒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既然与你相交，就不能再与仇敌相交。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为这个事情认罪悔改。若是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主啊，或许有人在网站上要看到的时候，或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时候，也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你的名，而不要去寻求这个撒旦去做他的指引，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指引。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呢，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按照你所说的进入我们个人的命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谢谢，谢谢你的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的，那么这个屈老师跟这个冯老师，还有这个陈老师，你们三个人
每一个人都做一段时间的祷告。我感觉到今天在我们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碰到这种窘迫的情况，也许就算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上课的，也许在外面有人会看到这样子的 YouTube 的。好，你们三个人从这个屈老师，然后呢陈老师，然后再冯老师。好，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所有这些牧师之前有提到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焦悔的，有这样的一个窘迫的，或者有这样寻求这些拜这些假神的，拜这些算命的等等的这些，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代替他们来向你认罪，向你来悔改，所有的喊爸爸，我们把这些罪都把它定在十字架，主啊，我们真的是来认罪来悔改，主啊，我们是来寻求我们万军之耶和华，寻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寻求圣灵的启示，不是来寻求这些焦悔的。我们也把这些罪不但定在十字架，也要烧在祭坛的面前，再继续焚烧这些凡要奉耶稣基督气绝砍断破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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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焦悔的这些灵，所有的这些呼哒哒哒塞哒哒哒嘿哒哒哒，所有这些焦悔的灵，所有这些巫术邪术，这些拜那些假先知的拜神的这些，把都烧在祭坛面前，呼哒哒汗巴巴巴汗嘟嘟嘟嘟嘟嘟嘻嘻嘻嘿哒哒哒汗哒哒汗嘟嘟嘟嘻嘻嘻嘻嘻。我还看到一个异象，是有人到庙里面去，他可能离开团队一段时间，后来又继续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到那个庙里面去问，去算命的，去求那个庙里面的这些，求那些签，跟他们这些回答，我奉耶稣里面把它烧在经里面砍断破除，所有这些有那些求这些签的带来的这些焦鬼的，带来这些不干净的不洁净的污秽的这些进入我们灵里面，进入我们心思念，你们要来拔除打碎，要砍断这些破除咒诅，把那个咒诅烧在祭坛面前，烧粉碎粉碎，奉耶稣们砍断破除所有这些跟焦悔的这些的连接，砍断破除，砍断破除跟这些的连接，跟这灵魂体的连接。我还看到有人真的是去问一个女的，一个算命的，我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女的算命，她就是带有像这个女巫，像是一个巫婆这样子的，是跟扫罗这个情况非常像的哈。她在家里面，我看到你是有经济的一个状况的，一个窘迫的一个状况，经济上面你支付不过来，所以你就去问这个像这个女的这些算命的。好，我也奉耶稣你们砍断破除你们跟这些巫婆跟这些女巫所有之间的一切的连结，也要烧在今天面前，所有她回答给你的这一些不是来自于神，来自于这些阴间死亡权势的所有这个更增加你财务的这些重担的，更增加你这个财务的破口的吞噬的破口，我要砍断破除所有这些连接，再出去烧在祭坛面前，所有这些进入我们的那个生命当中贴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记号，扒出去烧毁烧毁烧毁，我奉耶稣基督再来砍断破除所有这些焦鬼的，我也奉耶稣里面砍断破除这些算命的。我还看到一个那个家里面还有神桌的，还有祭坛的哈。但是你是信主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会到那个神桌那个祭坛前面，还在去求问。我也奉耶稣，你把这些罪都带到祭坛面前烧。不管是我们家族有另外一半，或家族的族人有这样子拜偶像，还有在焦鬼的，奉耶稣里面进去焚烧，烧掉这些拜偶像，烧掉这些焦鬼的，烧掉这些巫术邪术，烧掉这些行卜卦的，烧掉这些再继续问假神的，奉耶稣基督砍断破除跟家里面所有的连结，砍断破除跟家里面所有连结，宝血来洁净，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启示，烧，再继续来焚烧，焚烧，再继续焚烧炼净，焚烧炼净，烧毁烧毁烧毁这些所有家里面的假先知祭坛，烧毁这些家里面的所有这些求神焦鬼的这祭坛，烧毁再继续烧毁，吼哒哒哒哒，是的，对对。我还看到一个异象，还有个像是姐妹的，她可能你可能在里面有欠了一笔的债，所以你在那个窘迫，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在走的时候看到一个庙里面，你就进去，好像似乎那个庙里面有一个好像可以帮助你的，但是那是假神，我要奉耶稣里面拿掉你眼上所有这些白内障，拿掉你所有这些眼罩，拿掉你所有这些，烧掉你所有这些巫术邪术，这些缠绕你的，可能等到把杀了吧，好像这些是因为家族性的朱熹性的协定，没有这些没有在洁净干净的，所以会招致像你要对于这些拜假神的这些教鬼的，特别的是他会吸引你过去，为奉耶稣基督名砍断破除跟家族的这些熟悉的灵，这些拜偶像，这些教鬼的所有的连接，再出去，血烈大喊大烧毁，再去烧
烧掉所有这个，断开所有的连接，断开跟家族这些熟悉性的灵所有的连接，打碎这些所有的连接，打碎所有的连接，砍断所有这些灵界的通道，封闭这些灵界的通道，再出去，你让我们这样的弟兄姐妹身上再来烧，继续烧再出去，所有这些败假神的交鬼的再出去，呼哒哒哒，是的，他们的他们的吧，杀的吧，这个的吧，和这个的吧，杀的吧，这个的吧，这个的吧，是的，他们烧毁，再继续烧，烧再继续烧毁，来看到一个异象。那是在有些弟兄姐妹他进入你的梦当中，在梦里面跟你说一些话，你好像认为是圣灵，但是来自于是交鬼的，来自于一些家族的一些没有清理干净，他就进入你的梦境当中，跟你在说话的时候，跟你在启示的时候，你要分辨清楚了，分辨主力，分辨清楚了，为奉耶稣基督名砍断破除这些假的圣灵，砍断破除这些假先知的灵，砍断破除这些交鬼的灵，在我们那个家族里面，在我们身体当中没有被清理干净的焚烧，再继续烧，烧掉所有这些交鬼的灵，烧掉所有巫术邪术，烧掉这些这个拜假神的灵，烧掉这些假先知的灵，出去，再出去，烧毁，烧毁我们身体里面烧，再烧掉，我奉耶稣基督进入那个梦，进入那个之前的那个梦里面，打碎，打碎，打碎，拿掉他这个假面具，拿掉他这些交鬼的这些假身的这些假面具，看到那是魔鬼撒旦的一些谎言跟仇敌的谎言，要进入你梦的那个当中，要来搅扰你，要来引你到错误的一个方向。我奉耶稣里面砍断破除所有梦里面跟我们灵魂体的连接，砍断破除所有这些梦境里面跟我们说的这些假话，从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拔出去，拔出去，拔出去，烧毁，再继续烧毁，烧毁，再继续烧。嘿哒哒吧，烧的吧，很得过的吧，烧的吧，得过的吧，好得过的吧，烧毁再继续烧，烧掉我们所有梦境里面的这些来自于交鬼，来自于不是这个我们圣灵的给我们的这个启示，不是来自于神给我们的意象，而是来自于交鬼，烧再继续烧，烧掉我们灵魂体当中。还有人，我看到因为这些梦，他时常把这些梦放在他的记忆里面，放到他那个记忆当中的小盒子，还把它深藏起来，还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你要分清楚了，分辨出你这是假的，这些假的鬼神给我们的这些梦，要来引导你到错误的方向。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来你来真正的启示降临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圣灵再来浇灌，圣灵火再来接近我们，洁净我们的灵魂体，再继续烧，来洁净，再洁净，洁净，洁净我们的灵魂体，洁净我们的灵魂体，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肚腹当中，还有在肚子里面，还有家族里面熟悉性的邪灵，在我们肚腹里面没有被完全洁净干净的，我也奉耶稣基督名打碎，打碎，打碎，打碎这些家族性熟悉的邪灵，打碎这些家族性的熟悉的邪灵。我还看到自己在有的人他独自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就有这些那个撒旦在跟他说话的，也是引导他到那个错误的方向。不但是如此，还要污秽他。我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看到这个异象，为奉耶稣基督砍断破除这些来自谎言，来自于撒旦，就是世界之父这些撒旦的这些谎言，来把我们带入这些深渊里面，要来陷害我们的。奉耶稣基督打碎，打碎，打碎，烧毁，烧毁，再继续烧，烧。宝血再来接近我们，宝血再来接近，再接近我们，宝血来深入到我们肚腹当中，打碎，打碎，浇灌，浇灌，喷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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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喷洒。奉耶稣之名，要把那个荆棘火枪，宝血设立的荆棘火枪，围在我们四围的家中，不准这些巫鬼邪灵，不准这些交鬼的进入我们的家中，还有我们家里面地底下，还有这些曾经因为家族里面，在家族里面地底下来打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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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毁，烧毁地底下二层天，地面上所有界的那些要我们那个交鬼的这些假的巫术邪术的这些假的鬼神的，奉耶稣之名再来烧毁，烧毁，再继续烧，烧圣灵火再来燃烧。在燃烧着吗？感谢你，赞美你的宝血再来接近我们，宝血再来接近我们，再来接近我们，再接近我们，再继续烧，再炸毁到地下所有一切坚固的力量，打碎所有家族坚固的力量，再出去，再出去，继续出去，所有这些假神的交鬼的再出去，假先知的灵再出去，巫术邪术出去，离开我们，再烧毁，烧毁，烧毁。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宝血再来接近我们，再来接近我们，再来接近我们，再来洁净我们深层的洁净，再次来洁净。感谢赞美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陈老师，这个可以不用重复的，刚刚赶过的就可以不用重复了。好的，好，感谢主。
我想呢，先分享一下，感谢神，谢谢牧师今天这样子跟我们分享这篇道。那我分享一下，神曾经很清楚的给我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呢，神带我进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庙宇当中，在我的右手边呢，前面的偶像呢，很大的坐在前面，然后呢，有一条长长一整排非常非常长的供桌。那就是一般世界在拜偶像的人，大家都围着供桌，拿着香在那边膜拜那个偶像。但是我的左手边呢，前面呢是没有偶像坐在上面，但也有长长的供桌。那长长的供桌也有很多人在那里膜拜，也有很多人拿着供品，但是没有拿香啊。然后呢，也有人准备供品在那边膜拜，但是呢，我看我的右手边是属世界的人，但我看了我的左手边，我却看到很多我认识的基督徒。所以神透过这个异梦，很清楚的让我明白，我们其实在这，我们虽然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的里面确实有很多偶像崇拜的这样的心。所以我想我就来为大家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先认罪悔改。因为其实神用这个梦来向我显明，来启示的就是，也许我们不是去找那些世界的偶像，也许你不是在拜那个你去找那些交鬼的啦，行巫术的，但是如果错误的崇拜领袖，甚至盲目的追逐，甚至呢去找人不找神，这些都是在拜偶像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来更深的来认这个罪，我们一起低头来认罪。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悔改，求主你赦免我们错误的崇拜领袖，盲目的追求各样的有名气的牧者，甚至领袖，甚至特会，甚至我们只是盲目的追求按手，只想得到主啊恩高恩赐能力，想要快速的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愿意委身在你的里面，我们没有委身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更没有委身在你的真理法则里面，我们也没有委身在你的祷告祭坛里面，我们没有定睛在你，只想找人，从人寻找，却没有去寻找那些厚赐一切权柄能力恩高恩赐的主。主啊，你才是那权柄能力恩高恩赐的源头，但是我们却试图的妄想从人寻找。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也弃绝这些罪，求主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现在我们为着我们曾经追的人，追的不管是牧者，不管是传道，不管是老师，不管是某个领袖，现在各位家人，你知道有谁，就把他带到神面前，说出来，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为了追那一些能力，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应该找的是神，而不是人。主啊，我们为着这一些来向你认罪悔改，我们也要弃绝这些罪。甚至我们曾经因着追而去给这些所谓的有名气的牧者啊、传道啊、老师按手，以至于有错误的孝进到我们里面，以至于假先知进到我们里面，以至于所有一切污秽进到我们的里面，以至于疾病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求主来认罪。我们也弃绝这一些从这一些错误的按手而来进到我们里面的所有的假先知、假启示、假感动、假圣灵，甚至假异象，甚至那些错误的掺杂，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全部都要从门的里面出去，完全的离开，出去。假先知、假启示、假感动、假圣灵、假异象，所有的异端掺杂，
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从我们的灵魂体里面完全的离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凡不是从神来的，我们都完全不同意不接受，全部的弃绝，奉主的名破除断开，完全的破除断开，断开这些从这些人事物进来的不合神心意的，所有一切不属神的全然的离开，通通的出去，从我们的灵魂体里面完全的离开，永远不准再回来。并且主啊，求你现在差派天使去，将原本神赐给我们属于我们的那一些在我们里面被偷窃走的，因着暗手被偷窃走的，奉主的名差派天使去将它取回，宝血洁净，归回我们灵魂体，完全的归回，合而为一。主的宝血求你来，主啊，求你的宝血更多的来喷洒洁净，喷洒洁净在我们魂的每一个层面，以及我们灵和肉体，完全的喷洒洁净，所有一切的沾染污秽掺杂通通的清除，将我们全然分别为圣，归给万军之耶和华。耶稣，谢谢你，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因为今天牧师讲了这篇道呢，我就问主，因为牧师说，神要透过这篇道对一些家人要说话，那我就问主，我说主啊，你接着牧师的口，接着这一篇道要对我说什么话呢？主就说，在新的一年里，他说我的目光，还有所有的我的目光，我的眼球都要转向他，专注在他的身上，要倒空除去我里面所有的一切的，除神以外的，就是一切的偶像和不洁，就是让我在新的一年当中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是完全是归属于神，和神有一个更深亲密的一个连结。因为主说除他以外不要有第三者，那就像刚才平老师做了第三者有很多哈，还有曲老师讲的这个偶像，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除神以外第三者都是偶像。好，那么我带领大家呢来做一下，就是因为拜偶像带来一些很多的这些死亡的灵呀，还有这个吞吃的灵呀，污秽的灵呀，好，还有一些淫乱的灵，我们都来赶一下。还有就是主说我们要在这新的一个季节里，我们要像大卫这样完全的，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呢大卫生命当中是让神掌权的，所以大卫就神就与大卫同在，不论他走到哪里都使他得胜，就帮这个权柄给大卫，因为主信任大卫能够承受这一份，也能够因为大卫是凡事求问神，让主在他生命中掌权做主做王的。我们要学大卫，我们要让扫罗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要效仿大卫，让大卫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榜样。好，我们来祷告。好，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父神，借着你仆人的口，主啊，在早上的时间来分享这一篇道，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是的，主啊，你说除你以外，主啊，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三者都是偶像。虽然我们主啊，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没有交鬼，没有去抽签，没有去算命，没有去打卦，这以前我们也许去做这些，不讨你喜悦的这些行为和行动，但是主啊，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还有很多的偶像，还有我们生命的很多的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主啊，现在我们要帮这些第三者和你同定十字架，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帮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的主啊，世界上的追求、眼目的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和你同定在十字架上。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幻想，
我们的是吧构思，我们的思维逻辑，还有我们的这些梦想和你同进在十字架上，是吧？除你以外，你就是我们的梦想，你就是我们的追求，是吧？你就是我们的目标，你就是我们的方向，是吧？你就是我们的神，你就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阿爸，你是我们的爱人，你是我们的是吧恋人，是吧？让我们完全的，让我们的全身灵魂起的来追逐你，来追逐你，来跟随你，让我们爱你，就爱你，是吧？让你占据我们的生命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骨节和骨髓，都是抓这个你的爱就流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地方，完全的被你的爱来占据，被基督的爱，父神的爱，基督的爱，圣灵的爱来占据。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吧？也赦免我们过去这些拜的这些偶像，不管是所有这个偶像带来的这些死亡一点的权势，吞噬的淫乱的污秽的不洁的贫穷的，是吧？一切的沮丧的灰心的这些灵，完全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完全的在我们里面完全的清除，完全的赶出，奉耶稣的名斥责，奉耶稣的捆绑，你是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切的死亡一点的权势，死亡的灵，一切阴曹地府的灵，一切黑暗的权势，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立刻马上命令这些污秽邪灵从我们里面出去，从我们里面出去，一切的抓想自杀的，不想活的，或者没有盼望的，或者没有意义的，或者觉得没有价值的，一切的抓这些污鬼邪灵从我们里面出去，死亡一切权势出去，一切污秽的灵出去，一切拜偶像的灵出去，一切黑暗的灵出去，一切淫乱污秽的灵出去，一切贫穷吞噬的灵从我们里面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圣灵的火啊，把我神宝座前的烈焰，祭坛的烈火，圣灵的火，焚烧，焚烧，进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发，每一个血脉和血道、穴位、思想、意念、情感、意志、灵魂体，每一个受苦拉巴巴巴撒大的，每一个抓我们的穴道和穴位，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圣灵的火，焚烧，焚烧，再一次的焚烧。祭坛的烈焰，圣灵的火，祭坛的烈焰，啊，把我神宝座前的烈火，进到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层次。我感觉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这个死亡的灵，死亡一切权的沮丧的灵，灰心的灵，受退后软弱的灵，受一切的邪灵出去，死亡的灵出去，想死不想活的灵出去，沮丧对未来没有盼望的，哭喇叭，受哭喇叭吧。眼睛盯着在我们环境的受苦喇叭撒撒的，只看我们这个周边的环境，只看我们的眼睛只盯着在我们的环境上，说这个环境好大，这个环境这磨得我熬得我真的是很痛，我真的是走不下去了，我真的是没有力量往前走了。主啊，你有发怨言的，埋怨的，苦毒的，抱怨的，仇恨的，怨神怨人的，恨神恨人不饶恕的，一切的污秽邪灵出去，一切污秽邪灵从我们里面完全的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斥责污秽邪灵出去，死亡的灵受苦喇叭叭叭受抖抖抖轰哒哒哒哒碎开喇叭受苦喇叭叭碎开喇叭烈火焚烧轰喇叭受苦喇叭碎开喇叭哒哒哒哒埋怨苦毒抱怨不饶恕的仇恨的灵出去，记恨的灵出去，轰喇叭受苦喇叭叭叭叭受抖抖抖抖轰喇叭受。主说，我看到主在那里说，有一个孩子在主的面前，主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主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让你幕后，乃是让你幕后有指望。我的孩子，你的眼睛要定睛在我的身上。受苦喇叭叭叭，受苦喇叭，苦喇叭，受苦喇叭叭叭。我就看到天父来了，天父拄一个拐杖，我看到父神，拿一个拐杖，然后提一个篮子，里面那个篮子里面是馒头、面包和牛奶，哈利路亚，还有巧克力。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所以经常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不要看错了，所有的全备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都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哀。所以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埋怨神，我们就苦读抱怨，我们要深思，我们要反思，我们里面对神的信任有多少，对神的相信有多少，对神的敬畏有多少，对他有没有专注。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美好事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发生。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是赐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恩惠的神，他有满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
并且不降所做的灾。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觉得主现在正在触摸一些家人，正在触摸一些家人。主的爱要浇灌下来，主要给你完全的爱，给你完全的肯定，给你完全的接纳和包容。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为什么会去找人？为什么我们会教会？因为我们里面遇不到神，因为我们找不到方向，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除去我们里面的没有安全感的灵、苦毒的灵、抱怨的灵、还有故意的灵、还有怒目的灵，从我们里面出去，从我们里面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立刻马上，一切污秽邪灵出去，死亡吞噬的灵出去，一切污秽的灵出去，搅扰纷乱的灵出去，一切的疲惫、软弱、灰心、沮丧灵出去。哈利路亚，感谢主，受苦拉巴巴巴，西克拉巴巴巴，受降下圣灵的火，焚烧焚烧焚烧，对神没有信心的、怀疑、疑惑、不信、小心的，一切的污秽邪灵，圣灵的火烧烧，完全的烧进了我们的骨节和骨髓里，四肢和百姓的五脏和六腑里，思想意念、情感意志、灵魂体里，每个血脉、每个穴道、每个穴位的里面烧，完全的烧。哈利路亚，感谢主，祭司主耶稣基督的阿爸父神，宝座前的烈焰，祭前的烈火，渗透，完全的洁净。哈利路亚，我就看到父，我就看到主耶稣在为一个家人为患。他说：“孩子，过去你的软弱和你的伤害都要成为过去。”主说：“我现在正在拥抱你，我爱你，我的孩子，不要害怕，只要信，因为我是爱你的神。我明白你，我懂你，我懂你的心，我知道你要什么。你求了很久，但是你却没有相信我。今天。”主说：“孩子，你要把你的信心给我，信心就是支票，信心就是支取你的财务的支票。你的信心有多少，主就给你成就多少。不要去求人，不要目光转向人，更不要转向鬼，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加增。主是我们唯一的神，是赐我们生命的神。”是赐我们阳光雨露气息的神。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连阿爸父神三位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不能让我们有，都不能让我们相信，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亲爱的家人，今天主就要医治你，今天主就要恢复你和他的关系。我们要弃绝扫罗的生命，我们要向学习大卫的生命，大卫专注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他在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当走的路，当做的事。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现在主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你是选择人，还是选择鬼，还是选择神？选择神就是生命和平安。我们要向阿爸父来奔跑，向他来奔去。他现在正在伸开他的大能的膀臂，想要拥抱我们。家人，不要拒绝他的爱，不要拒绝那最疼爱你、最了解你、最能够包容接纳你、这最完全爱你的阿爸父。说：“孩子，要回来，要回家，要回家。”不神就给你穿上那尊贵的袍子，戴上那戒指，穿上鞋子，给你载飞牛犊，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父的宠爱，父的恩宠。你可能也许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但是今天是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宠就领导你，就领导你。你的父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身边，他的爱无处不在，充满你的心，更多的充满浇灌，更多的充满和浇灌。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看一个家人说：“哇，你看我的伤害。”这孩子没关系，我都要医治你，我都要医治你。不是来浇灌，浇灌每一个家人身上，弃绝那个没有安全感、故意的灵、奴仆的心，弃绝、赶出、赶出扫罗的那个生命，扫罗那个嫉妒、纷争、没有安全感，去找人找鬼。
哈利路亚，奉耶稣的气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气绝，完全的气绝，完全的清除所有拜偶像，所有抽签，所有交鬼的一切气息，一切的味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洁净，涂抹洁净，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家族，所有拜偶像交鬼的，抽签的，算命的，大卦的，一切的污鬼的，在我们里面所烧的香，所烧的灰，所烧的纸，完全的清除，完全的除掉，完全的除尽我们里面所有的偶像，完全的除掉，完全的除掉，完全的除掉，让父神完全的洁净，让父神，让耶稣，让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掌权，在我们里面做主，在我们里面做王，做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祷告，阿们。好，时间交给牧师，祷告完毕。那么我想今天的聚会呢就到此在这里做一个结束。 好感谢神，赞美神，我请方老师做结束祷告。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父神带领我们这一上的聚会主啊敬拜，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尊贵爱戴大能大力主啊都给我们的阿爸父神，给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圣灵，谢谢主，我们愿将一切的平安和喜乐归给你所爱的孩子，从今时直到永远。感谢主，赞美主，祝福我们的仆主，祝福你的仆人，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两位老师，纪念他们的拜丧，纪念他们的辛劳，主啊，除去他们身离婚体的一切的疲劳和疲倦，加给他们共用的力量、体力、心理、灵力，主啊，与他们同在，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无论主啊，让他们的脚踏之地、所望之地、所想之地、所看之地，都得着那地为业。得着大地的灵魂做他们的奖赏，是吧？做工的果要随着他们，是吧？让他们所走的路径都低下自由，走到哪里，是吧？就在那个地方能够给人带来祝福，带来帮助，神一直伴随他们，让他们所传的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是从父神那里来的，印证他们是被阿爸父神、被耶稣、被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高抹的、所差遣的。感谢主，赞美主，为他们走到那地，是吧？是那地的那些狮子、那些老虎、那些一切的豺狼虎豹，都要把一切的都要受的惊吓，一切的邪灵都要退后，都要完全的退后，完全都要消灭，完全都要焚烧掉。感谢主，赞美主，给他们开是吧那个更宽广的门，是吧？耶稣的宝血喷洒他们所有前面的一切的道路，你让他们所走的道路没有一切的障碍和拦阻。感谢主，赞美主，他们所走的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感谢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阿门，阿门，阿门。好，我们下周见。